第一套的装修就是装修那风格，然后是可分式的。那我们这个的化妆修就是，首先进门这一套的话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嘛，然后就说比较设计比较理想。那我们呢就是整个房间的一个储物量也是相当的大，那像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简易式的厨房了。那我们厨房里面可以就是有就是冰箱啊这一块。 这个样板我是打不开的。